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开心食堂的堂主，欢迎大家收看开心食堂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吃鲍鱼。第一次在家里吃鲍鱼，在家里做鲍鱼啊，买来的是一种半成品，是已经经过加工处理的啊。打开之后呢，不用特殊的去清洗处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鲍鱼到底是怎么样的吧。哇哦，这一袋是十个狮头鲍，然后买的时候是60块钱一袋。我们要在处理之前呢，要先给它化冻，要两个小时化冻时间。看一下鲍鱼。生抽，一点点糖，蚝油，一点点的盐，一勺。水开之后下鲍鱼，一分钟就 OK 了。撒上一些葱圈，鲍鱼已经做好了，刚才已经看过了啊，我来尝一下，尝一下鲍鱼怎么样？嗯，鲍鱼比我想象中要小一点啊，沾下汁儿，嗯，味道绝对很好吃啊，因为是我调的汁嘛，肉质特别的紧实，很有弹性。据说鲍鱼很有营养啊，然后在饭店都卖的很贵，咱们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做鲍鱼，感觉很不错，挺好吃的，这叫葱油鲍。嗯，好吃，壳很大，肉也可以，一口一个，很过瘾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剩下的给老婆还有老妈吃。嗯，好吃好吃。